制作多功能手账本的最简单方法，用这种方法做的手账本简单而且非常牢固。首先准备几张纸，把它们对折，颜色可以任意选择，然后把它们一张张夹在一起，最外面的就是封面，在中间戳上几个小孔，用绳子穿过这些小孔，把它们绑在一起，一个手账本就固定好了。最后呢，做上多功能，我做了收纳袋、课程表和写字板，多功能手账本就做好了。关注我，每天带你做好玩的。